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Waymon。 今天来到寻梦圣堂龙岗店，上次拍完龙华那边，有观众留言说叫我试一试过来拍下龙岗这边。咁啱前两日，上次在龙华那边呢，有一个经理带我周围拍片，一个经理他跟我讲话他过来这边，问我有没有兴趣过来试一下，咁就肯定有兴趣啦，顺便过来拍埋片给大家望一望。而呢一边的分店呢就方便好多啦，在16号线的盛平站出来好像600米到啫，比龙华那边方便好多，话晒都近地铁口嘛。入到嚟嘅感觉咧，就比嗰边龙华嗰边咧，仲更加有中式嘅气氛啲。佢呢个大堂真系好气派。呢边嘅面积应该大过龙华嗰边。喺呢度仲有个咩啊？百鸟归巢，好有寓意啊！入去更衣室望一望先。入到嚟都系好有气氛啊！冲完凉出嚟睇下个水池，呢边就比龙华嗰边又要大好多。喺远处仲有两个池。呢个位仲有健身器材可以玩下添，我不过有啲兴趣知道系大家换咗衫嚟健身，定系嬲住条毛巾去健身呢？定系乜都唔着嚟健身呢？喺呢个位睇下个门市价先。冲完凉出嚟就唔想去住，喺左手边有一个推拿馆，望一望系咩嚟先。喺更衣室出嚟呢一层系专嚟推拿，系讲话经络、经脉、手法。房间都是很中式的氛围。在房间出来它还会有一个厕所和一个冲凉房的。这个比较特别。在这边有网吧，可以上网打机，
免費唔需要錢嘅，比較大方啲。另外可以打埋乒乓波同埋桌球，都係唔使錢嘅。呢樣真係唔錯，有啲娛樂係唔需要錢，唔似得其他場要俾中錢，電腦又要數碼俾錢計中錢咁樣，呢個唔錯。上到嚟水吧位係攞生果同埋攞嘢飲。基本款都會齊嘅。喺水吧三角區呢一邊仲有一個泡茶嘅位，可以飲下茶。另外後面仲有表演古箏嘅，逢星期三、五、六，經理係咁樣講，大家有機會可以過嚟試一試啊！嚟到休息大堂，喺呢度咧分區嘅，有分吸煙區同埋非吸煙區。嚟到餐廳範圍。前面有舞台的，逢星期三、星期六或都有跳舞表演，看看大家有没有兴趣过来看一看。看看 menu， 正常价钱不算很贵。人多仲可以過嚟打下牌，$68一個鐘，最少兩個鐘。佢仲有獨立廁所嘅，人多嘅話幾好玩下，幾個人打下牌揼下骨。入到嚟呢個按摩床，可以伸隻手落去玩電話，我鍾意呢一種。OK 啊，唔大唔細。突然出嚟啦，今次突骨。嚟到最後保留項目就係睇相啦。呢一個女，咦？不知點樣撳呢個 system， 好似係第一次見，冇下一頁嘅。有啲冇當值嘅，冇想睇嘅。好似好多都冇相睇得到咁樣嘅。
我覺得係個 system 有問題。亂撳撳下先，有啲都係冇上。咁今次就差唔多係咁啦。大家應該可以出得嚟行一行嘅，順便去隔離個商場行一行，食下嘢，可以消磨大半日時間。今次係咁多啦，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